现在时间11:30，我们即将坐大巴车前往其他国际机场。他怎么这个来自呢？算是真正就大使馆，就是我们承认，而且顺顺承认是他们让我们有人了真的，让我们回家了，我们非常感谢他，非常激动。明天把护照拿出来，装好自己的行李，10个人就行了啊，10个人一组，10个人一组。还能上班，我当然上班。别着急，后边就快了。